在国际上，我们并非唯一一个使用这种装备的警队。在画面中见到这种染有颜色的液体，俗称颜色水，可以在这个流动高压液喷装置或者一些背在背脊的手泵式催泪水剂喷射器喷射出来。相关的颜料可以加在水里面，亦都可以加在催泪水剂里面。如果在示威现场被喷上颜色水，相关的颜料有机会残留在衣服和身体表面。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些颜料可以协助警方辨识当事人是否在现场。